哈利路亚，今天的经文是新约圣书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节至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节至十二节。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念一下。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猜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2000年前来到这世上，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为了我们又重新得以复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主耶稣还是守住了主的话语，因着主的圣灵与我们以马内利来完成主的旨意。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我们永永远远的主，给我们永生的主，是存活的我们的神。通过主的约定来告诉我们主是上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今天来纪念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今天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是做正确的主的礼拜。愿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愿主来给我们适合我们的话语，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依托于主的圣灵，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首先呢，在座的各位和我，我们时常是不知道这世上的各种绝望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绝望的世界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来的。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说，是对我们来说，对这世上的罪人来说，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出的那种喜乐的和感谢的。在耶稣所诞生的今天的圣诞节，在这世上呢，往往有很多被这世上的一些风俗给稀释的一些习惯。我们的圣诞节的原本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时常是被稀释化了。
在这世上呢是有在不同的就是角度和观点上呢来纪念这个圣诞节的。比如说在日本的百货店呢，日本的百货店呢从11月末开始呢就是进行一年的就是一年当中的总收入的总额的70%呢都是从11月份到这个12月末为止的。一年当中的总收入的70%呢都是在这一个月当中的。这就是说日本呢他们在这个日本人的想圣诞节呢要给别人礼物的，就说圣诞节呢他们就认为是一个交换这个礼物的一个节日的。日本人呢一说圣诞节呢他们联想的并不是说是耶稣所诞生的日子，而是说一说圣诞节呢就说交换礼物的这个一个节日的，这是一个撒旦的一个诡计的。在教会呢也是这样的，有的人呢他们说是相信耶稣，但是他们却认为圣诞节呢他们是互相交换礼物的一个节日。比如说还有呢就说圣诞老人会给在那孩子们眼里来看呢，就说圣诞节呢他们睡一觉就会有谁来呢，就是一个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呢会给他们送礼物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有的人现在是在笑呢，你知道这是为什么那个是撒旦呢？那是因为你小孩子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他就发现圣诞老人会给他一个这个礼物，那就说明他们是在等待着撒旦老人，并不是耶稣的。他们并不想对耶稣有更多的了解，不想相信耶稣，而说只是在期待在等待这个撒旦老人的。其实撒旦老人呢并在这世上并不是存在的，只是父母呢来做这个代替的。然后呢小孩子们睡了一觉，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的屋子里呢是放了圣诞老人给他送了一个这个圣诞礼物的。那就说在他们心里呢并不是说有对耶稣的期待，而是说对圣诞老人的期待的。这也是一个撒旦的一个诡计的。在教会呢说要尝试那圣诞的喜乐的，但是这世上呢，世上的这很多的教会呢，他们也并不是说只是去尝试这耶稣降生的耶稣的喜乐的。他们虽然说他们是相信耶稣，但是他们却憧憬着这个圣诞老人或者是交换礼物的。圣诞节呢，在这世上的所有的人当眼中呢，其实。圣诞节呢对我们人类来说，对我们这世上的人来说呢，就说是一个最值得一个高兴的日子，是一个最值得期待和等待的一个日子的。但是有很多的人呢，他们只认为他们只是去利用这个圣诞节。他们时常被这世上的这个一些商业的一种形式呢为欺骗的，被欺骗的。今天呢我们针对这一点呢我们来要做详细的一个解释的，希望大家呢用信心来接受今天的话语，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去正确的来迎接这个圣诞节的。耶稣降生在这个世上呢是说这个应该是这世上的人应该是最期待最喜乐于这个耶稣降生的这个圣诞节的。耶稣基督是创造了天地万物，是创造了人类，并且来治理整个人类的。那么我们的上帝呢虽然是用眼睛看不见的，那么在马太福音第4章当中呢也讲到
在外邦人的这个加利利的这个地呢，原本不相信上帝的这个地，这个地方他们是怎么说的呢？说那是一个黑暗里的，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的，坐在死荫之地的，在那里说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么要喜乐于耶稣基督的降生的。那么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之前那是一个黑暗的世界的，是坐在死荫的地方的。哈利路亚。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如果耶稣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的话，如果没有耶稣的这个世界的话呢，那么你就算是睁开眼睛，你就算是在白天，也如同盲人是同样的，也如同是没有光是同样的。那么你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呢，你是不知道应该是走在哪里的，一直是彷徨的，你不知道到哪里是会有喜乐，不知道到哪里是有胜利，不知道到哪里是有生命的，那么就是说一直是在彷徨着的。如果没有耶稣的世上呢，是一个一直彷徨的世上的，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给了我们光，来照亮了我们，那么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就算是你是看不见这世上的，但是你却是能看见，其实你是却能看见这个整个世界的。那么因着圣灵来到这个世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来照亮了整个世界，他是因着光来到这个世上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到这个世上会怎么办呢？那么在这个世上呢，我们就算是成为了一个亿万富翁，就算是成为了一个整个世界的王，或者是成为一个国家主席，那么就算是成为一个奥运的一个冠军，就算是成为一个再成功的人，就算是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一个人，但是那最后是有什么在等着他们呢？是死亡的，是死亡，是灭亡，是在等着他们的，是死在等着他们的，是那永永远远的在地狱当中，在硫磺当中的火堆是在等着他们的。他们呢是这个硫磺的这个火堆呢是在张着嘴在那里等着，是在那里等着他们的。那么就是说，所以说这个世上呢是一个坐在死荫之地的人的。大家都知道日本有很多的火山，所以呢大家可能都是知道这个火山的这个热度是多少的，如果火山爆发的话，那么熔岩呢就会给流出来的。那么就像有很多，如果一旦发生了火山喷发的话呢，就会都会逃跑的，为了躲避呢熔岩的流出呢。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走向那熔岩当中是同样的。那么那就是等于说你睁着眼睛是走向这个熔岩当中的。所以说我们说来相信耶稣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那么加略犹大呢他是说什么呢？说我如果不相信耶稣的话，那么就不如不降生到这个世上呢。那么人既然降生到这个世上呢，就应该是来相信耶稣的，如果不相信耶稣的话，那就不如不降生在这个世上的。那么如果我们一旦降生在这个世上呢，就不能再回到这个降生之前的。人一旦出生的话呢，就人都是有一死的，并且有审判在等待着他们的。在这里呢是避免不了这个审判的，
因为有很多的人不相信这一点，因为觉得眼睛看不见就不去相信这一点的。那么向着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呢，他们认为相信耶稣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圣诞节呢是一个交换礼物，是一个自己得到礼物的一个节日而已的。这市场的人呢认为圣诞节呢是一个自己庆祝在那里得到礼物的一个节日的。他们并不知道耶稣降生的这个喜乐的，他们的喜乐呢是完全走错了方向的。亲爱的各位，今天呢，从今早开始呢，我就非常的口渴。我觉得我现在体内的这个水分呢，都因为我太热了，所以呢是一直在蒸发的，觉得身体都会要融化的。如果不相信耶稣的话，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呢，他们并不是说坐在这个很热的这个热洗澡的这个澡堂里，而是他们是走在这个熔岩当中的，走进熔岩当中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正走向死亡，所以呢，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听什么，就算听着讲道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做。在这软弱当中，在这邪恶的世界当中呢，并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哪里的。这人呢，一直是担心自己吃什么、穿什么，应该得着什么的。他们一直在哪里想，哪块的房价要涨价呢？他们在想哪个的这个地盘要涨价呢？他们一直在想怎么样去挣钱呢？这世上的人呢，他们就算是熬夜，他们还是要努力的，只是去挣钱，或者是去做满足自己这世上的这个肉体的满足的事情的。我发现呢，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个站，这个天西教站这个周围的这些很多的建筑物里面的，他们到凌晨四点呢，他们都灯一直是亮着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的，那他们是在干什么的？我在看那个时候的，看那些灯光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想，看到这些灯光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是感到，真是应该感到是脸红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世上的人呢，也是为了自己的满足呢去做，去熬夜，自己去努力的。但是基督徒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是在家里睡觉的，他们看到自己的家人是在黑暗当中，是在死荫当中，但是自己却在那里熟睡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走在死亡，在死荫当中的。他们不想去引导这个周围的人去走向耶稣的这个道路的。在圣经上呢，是写着这圣经上的话语呢，就这圣经上的这些话呢，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呢。它是写着最基本的这些话语的，它并没有详细的一你要怎么怎么做，你要怎么怎么做去写的。因为如果这么写的话呢，会写不完的。所以呢，对这世上的人，对这个教会呢，是写着大致的内容的，概括的内容的。那么这个圣经上都告诉我们这概括的内容，都告诉我们这个大致的内容，我们也是要一一的去守住这些话语。那么就连这圣经上的话语我们都不能明白，我们怎能明白耶稣那深奥的这个旨意呢？这本圣经呢，你在一年之内你会读几遍这个圣经呢？就算读一遍的人能有几个人呢？如果你们连一遍都没读的话，你们应该感到脸红的。
你现在就算是外表穿得再好，你就算是再漂亮，但是在耶稣面前呢，我们就像是如同光了身子，是同样的。别就算是别人看不见我的内心是怎么样，但是其实耶稣是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怎么样的。那么在这黑暗的这世界当中，主耶稣基督是因着光来到这个世界的，来给了我们生命，这是一个如此大的这个喜乐呢。但是这世上的人却不知道这个喜乐，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我们每个人呢，应该是去喜乐于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降临的，我们的灵魂要喜乐，我们的灵魂呢要高兴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呢说要来到这个，说是来到这个世上呢，是说在这个黑暗当中要成为我们的光，在这死荫当中要给我们生命的，就是在这世上彷徨的人，在黑暗当中的人呢，我们的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点亮这个道路的，要指点我们道路的。那么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真正的真理，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道路的。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世上的人呢都是会有意思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呢，如果来相信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一同同行呢，你就算是死，但其实也是活着的，也是得到永生的。所以说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是道路，才是真正的真理的。这并不是说仅仅是你说口里来相信，而是要去实现的，要从眼睛去看见这个结果的。在诗篇当中呢，大卫王告白说，说在死荫当中，在死荫当中呢，是主耶稣基督来给了我们生命的。那么大卫告白说，在死荫的幽谷当中，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了我，是来给了我一条新的道路的。那么因着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拯救之前呢，那是在哪里呢？那是死荫的幽谷的，在那里呢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得到拯救的人，没有得到拯救的人，他们是在哪里呢？是在死荫的幽谷当中的，是在黑暗当中的，是在熔岩在流出的那里的。是在那里呢，是没有一滴水的一个幽谷当中的阴间的。那么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在那样的条件当中呢，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了我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的话呢，这世上呢只是一个黑暗的一个状态的，是没有光的，但是是有熔岩的，是在黑暗当中的。你就算是活着，但其实是也是死的。你是就算是在呼吸，但其实是死亡的。那就是没有耶稣的这个世上的，没有耶稣的这个世界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是没有人能得到拯救的。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呢，只能是生活在这死荫的幽谷当中的。那么在诗篇当中呢，大卫呢又告白说，主的圣殿，在主的圣殿的一天呢，那么在主的圣殿当中待一天呢，是比那些在别的在这个世界上那豪华的宫殿当中待几万年几万年是更好的。那么在主的圣殿当中呢，我们要一直与主耶稣基督同在的。那么在主的圣殿当中能待一天呢，这是比在这个世上的一切更豪华的宫殿当中是更好的。那么我们要一直在主的圣殿当中的，就算是一天，我们要一直与主呢一直是同行的，这才是人真正要走的正确的道路的。这是大卫一直要说告白的这个事情的。
这个中学生爱讲的今天是抹着口红的，是。那么作为中学生呢，有比他抹着口红更漂亮的呢，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他的信仰的。当然爱讲他的姐姐呢，ひかり讲也是同样的，こいち弟兄也是同样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呢是来到这个世上呢，用这世上的这个肉体的自己的身体呢是不能做任何的事情的。那么自己的这个灵呢是一直，如果不相信耶稣呢，就说这个灵呢一直是坐着这个坐着这世上的这个诱惑的一些事情的。这世上的人呢是一直在黑暗当中的，一直是坐在死因的诱惑当中的。所以呢这世上的人就算是遭受着痛苦，他也不能是自己解决事情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是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解决一切的。所以说主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道路的。这个撒旦呢是可以进到一个人当，是可以附在人的身体的。那么一个人呢就说会有很多的撒旦进到他的身体呢，来诱惑他，让他一直在黑暗当中生活，并且让他的精神也是异常，并且让他呢是与这世上的人呢是不能搞好正就是不能搞好那正确的关系的。那么这些撒旦呢是让你在世上呢一直是在黑暗当中让你遭受痛苦的。那么这世上的人呢是不能来赶出这个撒旦的，是没有方法是赶出这个黑暗的这个撒旦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在这个世上之后呢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赶出了那些污鬼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你这个恶的污鬼你要退出去。耶稣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呢是来赶出这个污鬼的。大家都知道在纽约在纽约的911事件呢，那个大楼呢是在30分钟之内呢是完全是倒塌的，是完全塌陷下去的。那么这世上的人呢只能是眼睁睁的看见这个撒旦的行为的。我们看到那里发生火灾的时候，在那里发生火灾呢是撒旦呢一直在那里行为，一直在那里做工的。这世上的人呢但是只是一直是去，只是要充满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这个欲求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世上的人就算是制造核武器，他也是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就算是用核武器呢也是不能打死这个自己的敌人的。其实在这属灵的我们的敌人是谁呢？我们并不是要使用这个核武器，这个撒旦的势力呢，我们是要用耶稣基督的名来赶出这些恶的污鬼的。那些恶的魔鬼，那些恶的污鬼，发生疾病，发生纷争，发生痛苦，让你贫穷，让你纷争，并且一直来给你痛苦，让你一直在彷徨的当中。但是如果你来相信耶稣的话，那么就会从所有的这些咒诅当中你自己去祷告，就会得到这个解放的。并且你可以去说哈利路亚，你可以说是得到解放的。就算是不用一年，第
并且不用几天。你如果来相信耶稣的话呢，你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的。但是你因为没有正确的需求，你虽然口里说是相信耶稣的，但是你因为没有正确的需求，所以呢，你是没能体验到这个道路的。有的人说我一个月去一次就一次教会就行了吧，我也是相信耶稣，但是你其实是离耶稣是很远的，你要真正的来体验到耶稣，你要每天每天都要有要去教会的那种心理的，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会有在教会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呢，要不要我来教会，要不要我来帮呢，那么如果你能来见到耶稣的话，那么你们应该是时常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教会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呢，在黑暗当中给我们光明，在死荫的幽谷当中，在死荫之地呢，是有光发现照着我们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上帝，是唯一的神的。所以呢，来迎接耶稣之后呢，来跟随着耶稣基督的人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呢，只是在黑暗当中，只是在死亡当中的。你就算是身体没有现在是健康，也是如果没有相信耶稣的话呢，那只能是死亡的，那只能是永远的灭亡的。甚至耶稣呢说死亡的人呢，要已经死了的人呢就给死了的人，那但是呢只有是活着的人要给那耶稣基督，要让他因着耶稣基督来一直永生的。在教会呢，我们也说要真正的来相信耶稣，如果你们没有相信耶稣的话，你虽然看是活着的，但却是死亡着的。你口里虽然说是耶稣相信耶稣，看说是呼吸着的，但却是死亡的耶稣，基督徒的。你们要看到那死亡的基督徒，要怜悯他们，要为他们做代祷，做中保祷告，来让他们能活起来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呢，是说在这个黑暗当中，在这死荫之地当中，来给我们自由，来给我们生命的，也并且要给我们那永永远远的生命的。所以呢，我们要来跟随着耶稣的。所以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你不要说是要等着拿礼物，或者是要等着吃别的，而是我们要喜乐于耶稣基督的降生的。这人类最大的喜乐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来首先搞好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然后再去搞好你与周围的人，你家人和你亲朋好友的那个关系的。首先我们最首先呢是要搞好我与上帝的这个关系的。那么你们去孝敬你们的父母呢，也说首先是要以耶稣为前提的。你不要让你的父母去地狱，不要看着他们走向地狱。你们不要光用肉体来孝敬他们，一定要在属灵方面呢也孝敬他们，让他们也能来相信耶稣的。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把所有的一切呢都以耶稣为主，要为你们的家人呢也祷告，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但是不信主的人呢，他们首先不是去祷告，而是他们是去用肉体当中去孝敬自己的父母，不管他们相不相信耶稣，先让他们用金钱或者是用别的地方来孝敬他们的。所以耶稣并不说你首先来孝敬我，而是说要首先来把你来搞好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大家想想，死的人是不会给别人生命的，只有是有生命的耶稣才与耶稣同在，才能给别人生命的。如果没有生命的这个耶稣的话呢，那么你做一切事情呢都是没有用的，那一直是在死荫的幽谷当中的。
生命是出于生命的，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人不知道，所以呢，他们不是在生命当中去找生命，是在这个世上，是在黑暗当中要去找生命的。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王，是我们的拯救主，是我们的最基本的。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下总结。要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应该拿着什么样的知识去呢？我们要像东方博士一样们，东方博士们他们是怎么去的呢？他们不无论是不分昼夜，他们是不分昼夜呢？他们是一直来查看着这个看着这个星星的这个动态呢？星星到哪里呢？他们就是去哪里的。他们看到那个星星去哪里，他们看到那个东方的星星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拜这个耶稣的。他们呢是首先来发现了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的，所以呢这些生下来就做犹太的王在哪里呢？他们是一直去找这个王的，并且看着这个他的星星来拜这个耶稣基督的，就像是他们拿着这个导航器一样，他们看到星星到哪里呢，他们就会跟着这个星星去哪里来拜这个耶稣的。他们就在犹太的伯利恒呢，是发现了耶稣的这个降生的，他们看到了耶稣。那么当他们看到这个耶稣婴孩的时候，大家想想，他们真正是这个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认为是他是一个非常发光的王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刚出生的这个小孩子的，并且并不是生在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医院当中，而是说是只是生在一个非常不好的条件当中的这个耶稣基督的。他们看到刚出生的小孩子，但是这些东方博士们呢，他们还是拿着最好的礼物来献给这个耶稣的。他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王的，你们相信吗？他们呢，在当时呢，就说拿着人类当中最好的最有价值的这个，拿着最有价值的这个抹香，还有这个最好的礼物呢，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并没有首先献给这个希律王的，他们是把最好的这个黄金模样呢来献给神的。他们并没有献给希律王，而是献给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要拿着最好的来到耶稣面前的。如果我们也拿着最好的这个黄金乳香末药呢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也是主耶稣基督会来喜乐于我们的。我们要拿这个最有价值的呢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面前的。但是希律王呢看到他们这么做之后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们要杀死这个耶稣的。但是这个东方博士们是怎么做呢？这世上的人呢，只能是看见这眼前的事情的。希律王呢，他是要杀了这个眼前的这个耶稣的。所以呢，在梦中就指示给这个，在梦中呢来显现给他，是来在约瑟的梦中呢显现说要你们现在希律王要这么做，所以呢你们要怎么样去做，你们怎么要去逃跑的。这就是耶稣的这个诞生的应该是值得最喜乐的事情的。如果我们来敬拜耶稣的话呢，那么就一定会有耶稣基督的引导的，那么就一定会有这个耶稣基督的来给我们的生命的。我们说来相信耶稣基督，并不是最后是有个虚空的一个结局的，而是说一直会给我们生命，给我们胜利的。
如果说相信耶稣基督，你说口里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你如果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去实践的话，那这一切呢都是不可能得到这个回报的。那越是这样呢，你就会越走越远越远，那么就会一直没有实践，没有实行，没有做工的，也没有耶稣的做工的。我们要真正的来见到耶稣，来体验到耶稣，来实践呢，一定要说我们不得不去，一定要去相信耶稣的。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如果我们的耶稣是真正的存活的神的话，那么我们因着耶稣，我们的信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呢，那么一定会得着永生，会得着生命的，这是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的约定的。所以呢，在座的各位呢，一定要拿着这个希望呢，是与这世上的一切知识和一切都是没有无关，并且是与这世上的智慧无法相比的更高层的一种属灵的世界和属灵的祝福的。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呢，那是一个展开了一个新的这个世界的。原本是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如果我们死了的话，只能是永永远远的死亡的。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呢，大家想想，原本我们只能是进到那硫磺的这个火堆里的。你不要因为你眼睛看不见你就不相信，但是如果你眼睛能看见，你想想，如果能看见在你眼前如果有硫磺的这个火堆，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你就会被掉进这个硫磺的火堆的话，那应该是多么的可怕呢？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呢，我们是免了这个惩罚的。这是一个多么，你们觉得因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你们是免了进到这个火堆里的这件事情，难道你们还不高兴？难道你们不还兴奋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激、令人激动、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呢？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这圣餐的人曾经去买什么这个Lotto 去买这个奖券，一点都对不上，但是曾经会带着希望去奖去买这个奖券的，买这个福。那么你就算是得了一等奖，那种喜乐，那么我们说来相信耶稣呢，体验到耶稣呢，这是比这个喜乐是更好的，因为这是永永远的生命的。我们说圣诞节，这世上的人原本应该是喜乐于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但是这世上的人却一直是去搞商业化，去拿着这个圣诞老人呢来做这个商业化的，他们一直是相信这圣诞老人的。那是因为这个基督徒们他们来看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意识是错误的。一说圣诞节，那都是百货店的一种商业化。我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作为真正的耶稣的子女呢，我们应该是正确的去做好这件事情的。我们要像东方博士一样，我们要正确的按照上帝的引导去行，因着神的引导呢去行的，因着上帝的引导呢，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去生活的。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呢，那是不可能是说会有真正的永远的生命的。作为主的子女呢，我们要真正的要去依靠圣灵，我们要期待圣灵，我们要去祷告，要依靠圣灵的，应该得着圣灵的充满，应该得着圣灵的引导的，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上帝的子女的。那样去行的时候呢，你们所见的人，你们也一定会去照亮他们，在死因的这个死亡的这个因死因的这个地方呢，会来给我们生命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黑暗和死因的幽谷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应该走向哪里？我们应该去寻找谁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的，有主的名，祝愿你们能去找一个真正的正确的耶稣的，用主的名来祝愿大家。好，我们一起喊耶稣三声之后来祷告。